Ladies and gentlemen, let us give a round of applause to our star, Mary Chin Ming Lee.我今天感到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从我第一天开始加入AIA开始，我就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站在台上说华语。谢谢。那么我对于我去年一年的工作，我觉得我还蛮满足的，因为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虽然事业，但是。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还是我要说一句话：一个快乐的女人，在她的背后一定有一位成功体贴的男人，那就是我。